佛在《菩萨出胎经》里面跟弥勒菩萨有一次的对话，这个对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佛问弥勒菩萨说，凡夫心有所念，这一念呢，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有多少细念，下面问几念，这几多细念，几个相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实就是心理现象，那也是个问话。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配手弹指之间，这弹指啊，这时间很短了啊，拍掌时间也很短，弹指更短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一弹指，你看看，32亿8000年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。320兆，这一弹指。我们现在计算时间单位是用秒，一秒钟能弹多少？年轻，身体强壮，那他弹得快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。那么一秒钟里面有多少个细念？32亿8000再乘起，2240兆。一秒钟啊，我们怎么会觉察到？觉察不到啊！这个念头太微细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谁能见到？佛见到了。不但佛见到，还有4位菩萨见到。这就佛说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见到的，8地以上都能见到。啊，8地、9地、10地。等觉啊，佛是妙觉，就是菩萨52个阶级最上面的5个阶级都能见到，这说明不是假的，不是佛一个人见到的，8地以上就见到了啊，7地以前听说没见到啊，8地见到了啊，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无明啊，很难破。初住菩萨就破无明了，还带着很严重的习气啊，8地习气迁了。见到40真相，啊，自信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，人人都有啊，个个不无啊，啊，8地菩萨完全明白了，返妄归真。啊，住昏盲当中，这就是六道凡夫。啊，以为佛言呢是诸佛如来有的，人盲为次。啊，把这个起心动念认为是自己，
哪一个不是如此呢？我们不都是因为起心动念是自己的心吗？此前起心动念是自己吗？认错了啊！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妄心不是自己，真心是自己。啊，真心是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个是自己。啊，我们现在通搞错了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当作自己。啊，这就是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。啊，我们的认识清楚。啊，佛光普照啊，开众生心中本慧眼。啊，这个字说得好。啊，开我们本慧眼呐、佛光在哪里？佛光普照，我们不见不知。佛光从来没间断。那必须得释迦牟尼佛、诸大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，示现人生、讲经、教学，为我们表演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觉悟了，这是佛光普照。啊，佛现在虽然不在世了，我们看到佛像，看到菩萨像，听到念经的声音，看到经本，通通是佛光普照。啊，那我如果我们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用清净心来接触，会开悟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